小芳姐姐，嗯，你说看呢？小黄姐姐不是小黄姐姐，是小芳姐姐。方，正方啊，我们说正方形。正方形。可以了，你个巧子，我连得跟嫂子说话，你个方和荒唐人分不过来的。方，你看姑姑。方。来把小人嘴巴撇子和小人嘴巴凹起，佛，花，佛，花，不是花，是佛，是佛，佛，花，会的。姑姑是什么都教得会，你就这个我教不会了吗？那么办？你是不是教不会？你说我不跟你玩的，你说我。我生不生气？慌，慌，慌！你哪搞的？哎，你是个虫子啊！你是个虫子啊！还不摔？我哪个小时摔垃圾桶里去了？摔垃圾桶里去了。好，拿走。我们摔垃圾桶里去，然后我们就去洗手去，好不好？我们回去洗手去，好吧？嗯，嘿，你个手真灵巧。你来。把你手给我玩上，我玩臭不臭？嘿，好臭，快不搞衣服上头的。哎，之后我们去甩垃圾桶里头。不管不管，拿这个垃圾桶。好，那你去甩一个。走走，甩完不了。好，之后我们去洗手去。我妈妈洗手了。好，那就回去叫妈妈给你洗个。不过。去娃娃哟！啊！哎呀，你侄子！哎呀，我的侄儿啊！我的侄儿，小子，行了，踩刹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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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妈呀，小子，你把那个东西都给我拿来的？嗯。啊？你连过年出门整理好给我拿来的？嗯。哎呀，看看，嗯，这是你给我说的好吃的，也好吃呀，嗯，你给我吃，嗯，哎，你给我吃，你给我吃粑粑，哦，你给我红包都吃谁？哦，给我，好买红包吧？我要红包，姑姑给你割个红包看。不行，我把你手上的红包割了吧？你不是给我买来的？我买两个粉好不好？你一锅，嗯，我一锅，你一锅，嗯，我一锅，你一锅，嗯，我一锅，你一锅，行不行？我们两个平分。嗯，好，那行，那给我把家业往我的班弄点事。你把车子也要开上嘞？车子还开去上课的？嗯，那你坐车子上头推吧。拿好，拿好啊！你吃不吃粑粑呀？咬一口。嗯。哎，上车。上车。嗯。慢点。加油！你俩今天还行啊？哎呀，快点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好，就到这了。
来，往五里半，往五里半。哎呀！你起我疼的，给猪猪吃啊！给猪猪吃啊！嗯，那行喽，他能会的。姑姑，姑姑，哎，我还把我们把你撸回来的，我说这个是把你撸回来，把你走回来。嗯，你是吃中饭的？没有。啊，你回来，你跟我等你再走回来。你俩还剩好几个豆花啊？你为啥给我吃了的？啊？我路上吃过的。你在路上吃一口啊？嗯。你连一碗端来只有那么一点的，还只吃一口啊？我不吃。你说我。我不说你。等会儿我吃了，晓得你前头发生一些什么事情，我也不晓得的。姑姑，我没走路，我就吃了。我不去，你说我，我不说你，不能倒啊，倒的是浪费，不能倒。我倒回个叫骨子骨子啊，我倒回个叫骨子骨子的。你等下回个叫狗子给你吃好的。你跟姑姑送你一点儿来，姑姑不请你就说那叫个狗子吃好的。